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系列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冲突之后，清朝被迫签订了几份严苛的条约，其中包括支付巨额赔款，总计高达4.5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并非简单的金钱交易，而是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那么这些赔款如何被各国利用，又如何影响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走向？这笔赔款的故事不仅是关于金钱的流转，更是关于权力、影响力和未来走向的重大转折。他们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命运，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甚至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19世纪的国际格局被欧洲列强的扩张主义所主导，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这些国家寻求新的市场和资源，这导致了他们向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扩张。清朝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帝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对外国的侵略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然而内部的腐败、政治不稳定以及经济困难，使得清朝逐渐失去了与外来势力抗衡的能力。这一时期的清朝面临着诸多挑战，内部的太平天国运动、外部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日益加剧的外国干预，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清朝在19世纪末的衰弱。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清朝与日本的冲突揭示了其军事和技术的落后。清朝的惨败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不仅使其失去了朝鲜的影响力，还被迫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紧随其后的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入侵中国，清朝再次遭遇惨败，并被迫签署辛丑条约。这不仅导致了更多领土的丧失，也使清朝承担了更为沉重的赔款。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清朝内部的脆弱和外部压力的巨大。清朝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帝制的终结，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埋下了伏笔。清朝的衰败和对外国赔款的压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也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赔款所代表的不仅是金钱的流失，更是权力和主权的丧失。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在内忧外患中挣扎求存的国家，其经历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至关重要。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朝被迫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包含了割让领土、开放贸易口岸的条款，还强加了巨额的赔款。甲午战争后，清朝向日本支付的赔款高达2.3亿两白银，这对于当时已经财政困难的清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更糟糕的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被迫支付更高额的赔款，达到惊人的4.5亿两白银。这些赔款几乎等同于清朝数年的国库收入，对国家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支付这些款项，清朝不得不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导致民怨沸腾。同时，清朝还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借贷，使得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困境。这些赔款加剧了清朝的财政危机，也加速了其政治体制的崩溃。这些不平等条约和赔款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它们标志着中国从一个自主的帝国转变为列强间博弈的对象，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清朝支付的这些赔款不仅是金钱的流失，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屈辱，这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赔款的这部分历史不仅揭示了清朝的弱点，也展示了当时世界力量结构的转变。这些赔款成为了列强在中国及其他地区扩张影响力的工具，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觉醒的催化剂。美国政府在八国联军赔款中所获得的部分，最终转化为了教育和文化上的投资。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一部分赔款，
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成立了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专门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这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教育上的交流，也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采取的一种软实力策略。这个项目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培养了一代中国的学者和专业人士。这些学生在归国后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日本利用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进行了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在海军力量的加强方面。日本利用这些资金建造了新型战舰和提升了海军实力，这对于日本后来成为亚洲主要的军事力量，尤其在日俄战争中对抗俄罗斯的胜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这些赔款也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使其成为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工业国家。列强国家使用这些资金加强了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英国和法国等国利用这些资金来加强其国内的铁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运输效率，也为他们的长期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赔款的流入使得列强国家能够进一步加强其全球的影响力。例如，英国和法国利用这些资金加强了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势力，这些赔款成为了列强扩张其全球势力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加强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些赔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不仅改变了接收国的发展轨迹，也影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格局。这些赔款使得列强能够进一步巩固其帝国主义政策，加强了对其他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在评估这些赔款的历史意义时，将其与当时的国库收入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性的。清朝的年度国库收入大约为1亿至2亿两白银，而光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赔款总额就达到了4.5亿两，几乎是数年国库收入的总和。这一巨额的赔款不仅直接耗尽了清朝的财政资源，还迫使其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介入外债。用现代货币价值来衡量，这些赔款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人民币。如果清朝没有那么懦弱，这些钱用在发展上该有多好。